好，台湾之光，不仅仅是 TSMC 而已。我们今天参加 Taiwan Plus 的所有的团队。 都是台湾之光。率领台湾之光赴日，国发会主委龚明鑫连续2年带着地方创生团队参与台日交流活动Taiwan Plus。即将在520出任政院秘书长的他，这趟任务当然也要强化台日经贸关系。台积电来到这个日本的九州熊本，开启了这个台日之间重要的半导体的合作。那将来事实上半导体的供应链也会更进一步的来做合作。适逢外媒报道，日本熊本县新知事木村敬表示已准备好吸引台积电设立第3座晶圆厂，台日半导体联盟渴望再深化。龚明鑫过去在台美贸易倡议中扮演重要推手，如今520将有新职务，持续致力于台日跨国合作。过去所谓的5+2产业的一些进一步的合作之外，现在更踏到。 我刚才提到了新创、地方创生，甚至于文化、观光交流，可以讲说这个合作是全面性的。未来台日合作不分产业，看看龚明鑫逛市集，平跟驻日大使谢长廷和日华肯代理事务局长龙波宏文聊天交流，也是要透过谢长廷和日方建立更紧密关系。而日华肯也将派出超过30名议员出席赖清德520就职典礼，是史上规模最大的日本代表团。只是520将近，大家也关注谢长廷的下一步。送别会感谢状，我一直说，现在有一点不赶快回去不行啊！再问我明天就要回去了。谢长廷在任期内堪称台日关系最友好，龚明鑫这趟访日也象征新政府上任后重视台美经贸，持续维系稳健友好关系。三立新闻张文成、许宣日本采访报道。